戏剧一哥陈昭荣在新剧开播就创下好收视，这一次更同步跨台播出，加料版本的隐藏版剧情，就连演员本身都非常的好奇又期待，大家都很想知道自己的角色会有什么番外篇。所以我们现在的演员呢，我们很期待看到剧本上面特别版，因为特别版更有趣味，而且那个趣味是超乎你的想象。哦，要先卖个关子，我们自己也很期待啦，因为我们每一条线是不一样的，所谓的双版本，你不知道会不会更加重口味或什么，其实我们都蛮期待有一些新的惊奇会出现，比如说现在刚好写到那个赵哥的角色得忧郁症，是不知道后来他到底有没有吃药，我们就不知道，那没有吃药状况下他还会发生什么事呢，就我自己都很期待看。既然都要最新流行了，怎么可以少了最火红的壁咚呢？结果一玩起来一发不可收拾。壁咚吗？4、3、2、1，壁咚。这个借位，我们玩借位。那你们呢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别版吗？今天穿裙子不好意思，这样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